近来，随着电影《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》的上映，赵又廷人气爆棚，连一向只邀请女星代言的护肤品牌都找上门来。在广告中，赵又廷尽显好男人风范，被网友笑言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。主持人黄子佼现场起哄，逼得赵又廷甜蜜告白高圆圆：“这样子招募女孩，你在人间找到了吗？”比较幸运一点，我找到了。微博贴出了小侄女儿送的卡片，赵又廷幸运入画，看来与圆圆的家人相处得相当融洽。现在赵又廷恋情甜蜜稳定，事业直线上升，不知道打算什么时候开启人生的另一段旅程，迎娶高圆圆了。其实跟家人关系也蛮好的。对。考虑进一步发展吗？有没有考虑问一下家里考虑问题？在电影《狄仁杰》中，不少观众对于冯绍峰的角色更加青睐，抢了赵又廷不少风头。不过一向大度的赵又廷完全不在意，更大赞冯绍峰的兰陵王很不错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